那天半夜我值班，你爸爸急火火地往桥墩上走，第二天你爸爸就消失了。你咋个就肯定我爸爸被杀的那天就是他们吵架的那天？你放心，小雨以后就是我内定女人。好亲吗？因为那套神剧好少的亲哦。你爸爸当初知道工程很有问题，就写了一封虚报信。如果真的是他，我不可能饶了他的。我已经失去一个姐姐了，我不希望你那么做。这种事情做一次、做两次、做三次是一回事情。没有真相，钱才是对我们最重要的事情嘛！不要钱，你咋活啦？我们现在是一种机构，一生即死，要么他就是个祸根，要么他就消失掉。我不让我怕死狼月，你不许我，我也是个活死人了。就是说生日快乐。